梦想的承受，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乐丁雷，一起在追寻梦想的路上砥砺前行的故事。电影已经在近期杀青了，将在今年内上映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让我们热烈的期待电影，热烈！而且这次两位主演呢，都跟舞蹈有着不解之缘，非常期待他们舞者和演员身份的融合。欢迎两位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欢迎演员李冰冰来到我们的红毯。相信看到演员李冰冰，我们一定会想到她诸多经典的代表作，过年回家、独自等待、雪花与蜜扇、狄仁杰之通天帝国，还有巨齿鲨等等。李冰冰，我们一定会想到她诸年回家、独自等待、雪花与蜜扇。王一博跟大鹏导演啊，大鹏导演现在是过来跟那个。好，行了，谢谢。大鹏导演过来之后，然后这一博也过来了。行。